行政長官咯，選舉咯，議員嗰啲啊，立法會選舉，議員啊，唔係議員就行政長官噶啦，係嘛？四年啊，四年。9月17日，永久性居民，18岁啊。未。今集的受訪者都是中學生，他們多數都未夠18歲，未是選民。不過他們對立法會選舉都有一定的認識，為什麼呢？那就要問一下老師啦。基本法裡面佢賦予澳門特區呢個選舉的制度，我哋可以透過呢個制度咧，其實係參與我哋澳門社會嘅建設。整個中學生生涯嚟講咧，我諗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學習嘅一個目標嚟嘅。學校裏面咧，其實絕大部分學生咧，佢哋都未夠18歲噶嘛，咁咧佢哋都同樣咧都要清楚呢一啲法例嘅要求咯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都好希望藉住佢哋啦，咁可以將呢啲信息帶俾屋企人啦。特別可能喺屋企人裏邊都有一啲長者啦，或者一啲咧可能嗰個文化程度唔高嘅，佢哋都未必咁清楚法律嘅條文。咁我哋可以借助呢一啲學生啦，咁起一個叫宣傳嘅作用啦，將呢啲信息咧帶到翻去屋企裏邊。老師啦會設計一啲嘅主題，例如喺交通問題啦、住宿問題啦、食物問題等等啦，誘導學生去明白一個道理，就係立法嘅重要性。立法係可以解決一啲民生問題，咁從而等學生明白佢手頭上嗰票嘅重要性、嗰票嘅影響性。所以話啦，唔一定要登記咗做選民先至知道立法會選舉嘅知識嘅。不過啦，臨近選舉，大家除咗要珍惜手上嘅一票，更加要了解相關嘅法律，避免墮入賄選陷阱。係啊，所以教青局近期舉行咗立法會選舉制度講解會，介紹選舉法當中關於廉潔選舉嘅規定。未必一定係收咗錢咧，先或者收咗利益咧，先至係構成嗰個賄選嘅。佢只要係應承咗啊，係啊，我會去投呢個票噶啦。咁你到佢幾時嘅時候就俾錢俾我啦。咁其實做咗呢一個咁樣嘅行為的話嘅時候咧，都有可能已經觸犯咗個賄選嘅罪行。講解會邀請咗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同廉政公署，為學校嘅校長同中高層管理人員講解相關嘅法律，包括解釋賄選、有關職業上的脅迫、中立和公正無私等嘅定義同相關刑責。期望透過學校讓師生認識廉潔選舉，推動他們正確履行公民責任。真係好令我深刻咁樣認識到一個選舉嘅個活動入邊咧，其實會邊啲會觸犯一個可能犯到一個刑罰啊，或者會觸犯啲咩法例啊，咁要透過呢一啲嘅內容咧，其實我會翻到可以同學生進行一個探討同埋討論嘅。根据行政公职局的资料显示，截至2016年年底，登记成为直接选举的选民已经超过30万人，较上届选举多了近3万名的选民。咁即系有近3万人是第一次参与投票。所以要提提大家，投咗票之后，唔好太兴奋，急住同人分享你的投票意向，因为法律规定，选民唔可以在投票站内。及其運作的建築物外100公尺範圍內透露你的投票意向，而且即使是家人或者朋友問起，你都有權不向任何人透露的。如果你對選舉的內容有不明白的話，可以到選舉資訊中心查詢的。9月17日就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了，合資格的選民記得去投票啦。同學仔都有嘢做嘅，就係提醒屋企人去投票，履行公民義務同埋權利。